也就是说你会摔倒。看来还是我们二队强啊。人家那边是老婆都在对面，怎么可以打呢？你老婆不在对面，你搞清楚啊。我们这没有压力。你要来踩了。你等一下，哎呦，你真的，哎呀，在边上，还有没踩的地方。你回去再侦查一下。好，后卫可以了。那的话，我们怎么就是说，哎，他如果是一边三个，他是三个男生，啊，你过去吗？啊？哦，你现场是吧？不用啊，可以继续，是这样继续打球吗？哎。要不要喷一下？要不要？还有一个那个。别做伤害。我们还没输呢，你们跑过来干嘛呀？八点过，八点半了，还有一个小时。这个是杨慧的应该是。我可以再去打。这个袋子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再打。没打过这个。对。我们不是还，我们还做出来了吗？这是这个吗？哦，这个签，这好像签的，这个签多了好像是。对，那有的球打好像会拍球会震一下。你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轻多了，比我还轻。但是没办法，你拍的就是这样。他150跟100是应该差不多的。这拍子是沉的呀。光用什么打？比魔术拍还沉呢。我看你用的是。那怎么拍？打球会有点震，我觉得。这样你就会手腕往前走，手腕往对，这个跟网球有点像，手腕这玩意儿手腕还是要绷紧的，是吧？绷紧的，还和羽毛球不一样，是这个，对，更像那个，更像泰坦尼斯，还更像泰坦尼斯。对，要是我放在手上会震，没想过，赶快去来了。打乒乓球似的，是吧？打我们你们两个人去打打，这一块100块，一个150块。我感觉到这个球的感觉。第一次拿到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停停停停停！是要在地上弹一下吗？弹一下两下，还是不弹？对，就到那边去打两下就可以了，就有感觉了。我们多打你网上。那老戴去教的来，老戴。你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再来一块吧。再来一个，一人打俩你。怎么打？别说那些，你往那给打后排，他就完了。
Yeah.